流芳濟世音樂劇講述聖方濟的一生。因為呢個劇，我諗都會令到我翻返教堂。咁我覺得呢個都係 power of God。多謝你啊！天主係指引住我，鼓勵我要繼續努力。咁希望我哋嘅呢幾晚嘅演出，亦都打動到你哋嘅心。我哋應該原諒人哋無限咁多次。請留意呢一個星期嘅愛常傳。